加入芒果 TV 会员，尊享会员定制节目《森林进化论》。上芒果 TV 搜索《森林进化论》，畅玩节目同款游戏。上芒果 TV 搜索《森林魔盒》，抢节目同款周边好礼。森林由一颗种子萌发，生长繁育，扩张再生，不断延伸演变。人类以智慧作为工具，建立、打破、创造、拓宽生命边界。当森林风云再起，挑战重重升级，16位智者应招而来，他们将身披智慧光辉，向着王者席位进行冲刺。而智慧的定义不仅限于脑力谋略，以理性见真相，以勇气行突围，以想象破框架，以坚持克阻碍，拥有多元合一的意志力，方可自角逐中脱颖而出，完成更高阶的进化。进化从激战而迸发，胜利绝非一蹴而就。四类竞技：森林之战、猫鼠大战、领地之争、决战农场、布局博弈、逻辑推理，开启多维度智斗，沟通协作，身份变换，考验多层次能力。共计11场竞赛，以每场排名颁发相应数量徽章，累计徽章数量第一者将成为新的森林之王，踏上千锤百炼的跌宕之途，征程不止，王冠由荆棘所造，实现探索潜能的至高加冕，超越自我，王者在荣耀诞生。场景又来了，来嘛，随坐嘛，女士优先，女士优先。行，那我10号好了。上一次我们玩这个游戏之后呢，很多观众啊说很喜欢这个游戏，打一下吧。4号，按个勾勾，完了，得不到不如毁掉，哇，嘴上功夫，弄死他们3个，如此跋扈，还有什么联盟啊？马上就吵起来了。我们要恭喜10号玩家成为本次晋级测试的冠军。好，那能不能再玩一次啊？我也想来玩啊。所以说我们就有了这么一档新节目，叫做什么呢？上字幕。新节目叫做森林进化论。哦，欢迎各位玩家来到全网首档实境博弈游戏推理综艺森林进化论，欢迎你们前来接受智慧的挑战。你们将参与11场游戏，并根据当场游戏排名获得相应的森林徽章，11场游戏结束后进行徽章结算，获得森林徽章最多的玩家将成为新一届的森林之王。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既是你们的队友，也是你们的对手。
请记住，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队友。游戏即将开始，现在公布《森林进化论》第一场游戏规则。这是一场个人赛，生命值将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整场游戏结束后，存活玩家根据生命值进行排位，淘汰玩家按照存活时间进行排位，最终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获得实质一枚森林徽章。请阅读规则 VCR。 森林进化论之森林之战游戏规则，每位玩家将随机获得一张身份卡，分别为黑桃 K、 黑桃 Q、 黑桃 J、 红桃 K、 红桃 Q、 红桃 J、 梅花 K、 梅花 Q、 梅花 J 和 Joker。 玩家的个人身份信息不会公开，每位玩家的初始生命值均为20，当生命值为零时即被淘汰。玩家们需通过相互捕食以获得更高的生命值。捕食获胜规则为：所有 K 大于所有 Q， 所有 Q 大于所有 J， 所有 J 大于所有 K。 若字母相同则比较花色，黑桃大于红桃，红桃大于梅花，梅花大于黑桃。 Joker 为特殊身份，若其为捕食方则在任何捕食对决中胜利，若其为被捕食方则在任何捕食对决中失败。每位玩家拥有1到10号捕食卡各一张，发起捕食需消耗捕食对象对应号码的捕食卡一张。整场游戏将分4轮进行，每轮各3个阶段，分别为自由阶段、捕食阶段和进化阶段。自由阶段，所有玩家可自由行动，进行任何形式的信息分享、生命值交易以及捕食卡交易。注意，每位玩家最多累计拥有10点其他玩家的生命值，所有交易只可在本阶段进行。捕食阶段，玩家根据座位顺序依次选择是否进行捕食，玩家可选择发动捕食或跳过捕食。若发动捕食，则需消耗一张相应玩家号码的捕食卡。捕食卡不会返还，被捕食方无法拒绝。捕食胜利方获得一定数量的生命值，失败方则扣除相同生命值，获得及扣除的生命值每轮递增。第一轮2点，第二轮3点，第三轮4点和5点，第四轮6点和7点。每次捕食对决只公布结果，不公布双方身份。在最后一位玩家捕食结束后，本轮所有选择跳过捕食的玩家将再次选择是否捕食。若该玩家拒绝且本轮未被其他玩家捕食过，则扣除当前轮数相应生命值。注意，在游戏的第1、2轮，每轮均只有1个捕食阶段，且在捕食对决中失败的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本轮无法再次被捕食。在游戏的第3、4轮，每轮将有2个捕食阶段，且自然保护区消失。若某玩家淘汰，最后攻击该玩家的捕食者将额外获得3点生命值以及被淘汰玩家的所有捕食卡。进化阶段，每轮将发布若干技能，所有玩家用生命值公开竞拍，价高者得。同一玩家可拥有的技能数量没有限制，若技能携带者淘汰，则其拥有技能与之一起消亡。注意，所有技能禁止交易。准备的可多了，我大概想了好几套策略吧，围绕着不同技能的套路的。这一场应该是比相比先导片来说要求会更高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游戏越来越熟悉了，在大家熟知一些已知信息和套路的基础上再玩出花样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难。进攻才是获胜唯一的方法，我全程奔着一张我想要的卡或2张我想要的卡去竞拍，如果竞拍成功，我利用这张卡可以有机会冲好的成绩。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很容易上头，是因为对这个游戏比例平衡不是特别了解，但这一轮我们可能就是计算的就是制衡，这个想法会更加多了很多。我更多的是会享受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新的玩法可以出来啊，还是蛮期待的。抽取身份卡，有了。玩家身份卡已经抽取完毕，请注意，在非自愿情况下，不要向其他玩家公布自己的身份信息。
森林之战游戏正式开始。私聊间已开放，玩家可开始自由行动。有没有真心换真心？我想跟五号玩家，我要找五号玩家聊一下。我们这个房间真心社，真心换真心啊，很急，快，非常急，超级急。真心换真心对于胜率是有帮助的，大家反正都是要两三位或者三五位一起去交流。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吧，我看了他们之前玩过的那个游戏，还是对基础规则有些了解的。有什么策略？我想就是两三个人直接公开一下身份。我需要在第一回合的补时阶段靠大家彼此攻击就能几乎判断到场上的真实身份。这样我们要交换身份必须得先交出就是手里我们三个人的卡牌嘛，没问题，对吧？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身份有价值，否则的话那弱的话那我卡牌永远交换不到了，是这个道理吧？对，卡牌没问题。关于另外两个的信息就是不能以交易啊或者跟其他人在联盟的，没问题。对，我是五号，五号玩家用九号牌换九号玩家的五号牌，你们拿吧，十号给我的想。好，我们真心社开始交换自己身份了，好吧？行，我觉得不爆花色吧，可能留一个底线。我觉得可以。我是勾。我是 K。好，我们知道了，对，没关系。就是你俩都能打我呗，但是你俩现在不能打我了。那我们已经少了一张能打的卡了。对，但很正常，你也保护了自己的五跟九嘛。所以我说先换牌是对的嘛。那你们俩也不打算说花色是吧？也没关系，也不重要了。你可以一滴血买我的花色。我没打算买，我买花色有什么用？我你愿意跟我互看身份吗？可以啊，可以。那你就不是 Joker 了，对吧？嗯，我这么想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们互换身份。好，懂了。我把你的卡给你嘛，你把我的卡给我。因为我是可以捕食你的嘛，对吧？啊，对，对不对？也行，也可以，这个没毛病吧？啊。然后你还愿意出售一张卡给我吗？两滴血，我可以啊。你要谁？随意，随意。你抽一张。随便拿一张，对吧？嗯。好，这一张。OK， 三号。好。二号给二号玩家两点血，对吧？对。OK。好。我们两个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你什么？我 Joker。 你 Joker？ 你真 Joker 啊？没有。你这么溜。有什么想法吗？你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我们直接换牌吧。换身份牌。也不是不行啊，是 OK 的，因为这个范围小的话，我觉得是 OK， 因为早晚的事儿。因为身份到后面的话，其实都是明着的。对，而且我可以通过你获得更多信息。是的，我也可以通过你，也可以，没毛病啊。你是什么？我是。我是，理论上是你吃我的，嗯，真心换真心啊，我没骗你啊，我不骗你啊。OK， 我们再取证啊，取证啊，来来，对我何运晨啊，我黄子鸿凡，绝对不会向别人主动提及，绝对不会主动向别人提及对方的身份，对方的身份。OK， 走吧。OK， 啊，可以啊，传统环节，很传统，这个对吧？是。你刚才跟谁聊的？我跟小何。你跟小何聊的？嗯。你跟小何聊的，你们交易了吗？我们没交易，我们交换了一下身份。交换了一下身份？嗯，对。哦。OK， 那你就不是 Joker 了。某种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是 Joker， 你愿意在这里跟别人换？说。真的？那我 OK。你有必要卡啊？我把我的身份卖给你，你愿意买吗？你怎么个价格？任意一张卡或者两滴血。你是 Joker 啊，你是 Joker 啊，我一滴血卖给你我的身份，那还是互看吧，是吧？啊，哇，是啊，跟你一样，我是红卡，两滴血买你一张卡，愿意吗？两滴血买一张三号，两滴血买一张三号，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交易了信息啊。哦，我不卖。所以小猴我也能打，对不对？不对，我是红桃 K， 我是草花 Q。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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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完了之后大家都挺防着我的，所以说我在那个地方待着等别人有兴趣找我交易，我主动去找别人交易的话，这样效率其实应该会挺低的，很大概率会碰壁很多次。哎，怎么只剩他一个人了？哎，这个人怎么啊一个人在这儿？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歇着。你在有什么大阴谋？我一个人还能有大阴谋呢？当然有了。你是 Joker 吗？我是呀。啊，你是 Joker？ 对。你承认了？啊。这么简单？怎么了？嗯，也倒也没怎么。他跟上一次玩的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一直坐在那儿，好像没去主动的去找人家去交换什么信息，所以确实那会儿有点怀疑他。不对啊，你这跟之前的状态不一样。那不能一直状态一样吗？那反正我换一下，来。可以合作一下，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卡换两滴血把它买回来。那我到最后再卖给你。我可以把你要的别人的卡。我不怎么需要别人的卡。挨着罗宇同坐其实也是我开始想好的一个事情，因为这里面我觉得能够比较主动的去谈交易而且能谈成的，他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人。我待会儿可以把我不要的那些人的卡我都给你。都给我是给吗师姐？可以是给吗？那你给我一张吧，那就随便，你不要的卡给我一张。那我就三滴血卖给你。没得商量了吗？这样我两滴血卖给你，然后你就随便，然后你一会儿给我一张你不要的卡。可以。好，行。可以。但我不要了，你再挑一张给我。你要血量吗？血量我不给，交换。那我们换吧，那就交换可以。哎，你七对吧？嗯，对。怎么说，雨桐老师？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该咋聊啊。我们要交换那个身份吗？我得去搞个人去知道他身份啊。真心换真心啊，真心换真心。哎，你靠得住不？我是场上最靠得住的人。哎，真的，我认真的，我只是不想第一轮死，我们真心换啊真心行不行？一级才两滴血，说实话我还愿意死。我们去聊一下好吧？可以啊。你没找人私聊吗，胡老师？我跟胡雷聪聊过了呀。达成交易了吗？我把他的牌卖给他了。把他的牌卖给他了。你卖给他几滴？两滴血。两滴啊。我拿两滴血买你一张卡。那我什么卡呢？就随便。我现在也不敢随便交易卡，万一我把卡卖给你了，然后到时候那个是我要不是的人的话，那咋办呢？那我给你看我身份。然后不看我的。我不看你的。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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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抽吧。我要记三张。OK， 好，然后给你看我的身份。不能往外说。换牌呗。嗯，换牌。我当时获到自己的身份之后，我其实第一想法是尽可能的跟其他人交流有效信息，以及获得更多的我自己的卡牌。五号的，来，五号。三号，四号，你收了好多张啊！我要三号牌。我们俩给换吧。可以吧？涛涛，交不交易？咋交易？换卡吗？换我的。对，可以换，可以换，来换。今天的这一局大家其实都比较保守，我们俩一人拿出三张牌，咱俩就对摸一张，就不管是几，咱俩对摸一张就盲交换，增加一点游戏的趣味性，你看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就来一个节目效果。就搞效果，来，你天天你就为了来来来来来整，行，陪你玩一把，玩一把无所谓，玩，反正作为盲盒嘛，陪你玩一把，来，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你就拿出三张，我们来说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就好。 OK， 好好。我要你的第二张。
这一张吗？对，你要我的第几张？我要你，我要你最后一张。亢奋、激动，很期待能发现一些新的玩法。尽我所能，想办法去多争取一些血量，保证自己活下来。大家都想赢，但是能赢的只能有一个。自由阶段结束，进入捕食阶段。现在由任意一位玩家掷骰，决定首位捕食者。来了！哇！哎呦，一号，一号跳过。二号跳过。等一下，我先说个话，就是欢迎大家来捕食我。打我的话，如果我赢了，我返还你们一滴血。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赢我是赢两滴，输我只输一滴。因为我知道两个勾都已经我的牌都已经收走了，你们拿吧，十号给我的奖。场上大概率能打我的都是会输我的牌，越多人打我就越赚。我也可以。我当时觉得呢，反两练习其实对我来说都可以。第一轮你打赢了对方，那就相当于你把你的一张能够攻击别人的卡卖了两滴血。那你一开始愿不愿意卖这两滴血呢？我觉得是不愿意卖的。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六号也同意，跳也同意，我也可以。我要赢了，我两滴都返还给你。我倒贴，这个也太卷了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三号玩家，你是否发起捕食？跳过。四号玩家，你是否发起捕食？跳过。都跳啊！推进一下剧情啊！帮主，就看你了。我肯定跳过呀！有没有人开刀？盲抽一张。我要赢了，我两滴还给你，真的。哎呀，我发现这大家现在都各有各的算盘呢，这不愧现在各位都是老玩家，每个人的想法都八九不离十。跳过啊，七号决定跳过。哎呀，没人砍，糟了。我现在不敢随便盲砍。砍吧。所有人盲砍，我可以不做第一个。跳了八个。跳，这都跳了，没有人打。来，你们拍个麦，谁想挨打？五号求打，我想挨打。有没有人还三滴啊？你是坐地起价呀？我两滴啊，我还两滴。那就七号。那我是觉得可以先打一轮试一下，因为感觉火叔的状态有点像 Joker， 所以我说我想试一下。捕食成功。七号玩家失去两点生命值，进入自然保护区。九号玩家获得两点生命值。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是 Joker， 然后在这编呢？他不可能反。十号玩家是否发起捕食？现在打是两滴，你忍忍，一会儿可能就卷到三滴了。对，忍忍，先别打。十号玩家跳过。一号玩家。没有发起捕食，且未被捕食过，你的选择是？这个就难了呀，架在火上烤了呀，我天哪！你打我，我给你反。想一想，想一想，直接挨呗，一号，直接跳过。你打我，你打我，我真给你反，阿普，我多诚信啊！大家当时都选跳过，其实主要是因为捕食卡在后期才能够更值钱。我跳过，我跳过。一号玩家因为不发起捕食且未被捕食过，将扣除两点生命值。二号玩家没有发起捕食且未被捕食过，你的选择是？我觉得应该优先打一号，应该优先打已经扣过血的人。对，很合理。我觉得非常合理。但是，我也没有用。二号玩家也不补食。二号玩家选择继续跳过，将被扣除两点生命值。这是在干什么？我的天呀、啊！
哎，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捕食目标，那两个很适合捕食。对，已经有明确捕食目标了。我推进一下剧情啊，我推进一下剧情。三号玩家捕食十号。捕食失败并进入自然保护区，十号玩家获得两点生命值。其实当时我也完全可以选择说第一轮我就是什么卡都不用，但我觉得可以去损失一点小的利益，然后去推进一下这个游戏的节奏也不错。四号玩家，我捕食二号失败。捕食成功。哇，二号玩家本轮不再扣除生命值，进入自然保护区。五号玩家没有发起捕食且未被捕食过，你的选择是？我看看啊，两滴，罚你吗？好，赢了叫声好哥哥，赢了叫好哥哥，叫好哥哥行不行？叫好哥哥，好。捕食六号玩家，捕食成功。六号玩家失去两点生命值，进入自然保护区。六号玩家，你的选择是？跳过。七号玩家，你的选择是？这个游戏场上一共有用的卡是90张，每一次交换会让这个游戏消耗掉2张卡。当一个人的卡到了自己的手上，这个卡就变成了一张废卡，不会再流通出去，也不会再用出去。在进行15次交换之后，场上就只会剩下60张可用的卡，10个人每能打6次，那就是用完了。而我觉得15次的交换是很容易达到的，到后来我认为卡应该会挺缺的。哦，跳过。啊，你不打我吗？哎，我打他是不是就证明我是 Joker 了？是的，对。八号玩家，你的选择是？我想捕食一下五号。捕食成功。五号玩家失去2点生命值，进入自然保护区。第一轮我攻打他，我想确认一下身份。十号玩家，你的选择是？跳过。进入进化阶段。哇哦！本阶段发布的技能为：基因突变、尖刺、剧毒。基因突变，在任意轮数的进化阶段，获得该技能的玩家在竞拍成功其他技能后，可少支付3点生命值，但至少需支付1点生命值。这个厉害，这个上次花10点拍的，这个我熟，没什么用。要玩家10点。十点的话，他拍3个技能才能回本。六号6点，9点。别抢啊！我抢不了，我没成本了。获得物种消亡技能。基因突变，竞拍开始。8号1点。3点。10号4点。1号5点。5点了。6号6点。6点一次，6点两次。1号7点。7点一次。7点两次。挺多了，真挺多了。7点3次成交。技能可能不止它表面上带来的明确收益，它可能有一些背后的收益，然后希望能够打出额外的收益。尖刺。拥有尖刺技能的玩家被捕食时，捕食方必须先损失1点生命值才能发起捕食。哇，这也太厉害了呀。这个叫反伤甲。第二个技能尖刺，竞拍开始。1点。2号2滴。10号4点。9号5点。滴血他无论是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只要他打你了，其实理论上就是赚的。10号6点。10号血多呀。6点一次，6点两次。后面还有5轮进攻，在这5轮里面大家都会有一个顾忌，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张防御的卡。9号7点。7点一次，7点两次，成交。9号玩家扣除7点生命值，获得尖刺技能剧毒。
当拥有剧毒的玩家被淘汰时，无论击杀者剩余多少生命值，都将与其一起淘汰，双方手中的捕食卡将全部消亡。这么毒？哇，这太毒了吧！这怎么也得花十滴血买吧？剧毒这个卡其实还真挺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真的就不太敢打你。剧毒，竞拍开始。一滴，两滴，八号五滴。我的策略就是在确定自己不会死的情况下，再想办法去多争取一些血量。八号五滴了，三号十滴。哎呦哦啊！狠人，因为我怕像大家那样玩得太激进，然后我又是个新手，就淘汰了，然后血量不够了。其实也不是说非要拿这张剧毒卡不可，我只是想抬一抬价，因为我觉得这种卡的话，我觉得十或十一、十二还是可以叫上去的。十点一次，拿走。十点两次，十点三次，成交。三号玩家扣除十点生命值，获得剧毒技能。没想到就没有人跟我抢了。那在此情况下的话，我后面就要围绕这张卡去设想一下这个战术，就没有必要再去拿其他的这种技能卡了。嗯。进入第二轮，自由阶段。你不知道还我什么东西吗？你知道？对，我现在，现在你要确认哪个吗？我随便，我都无所谓。哎，要不然你就给个三号，我不知道三号身份。你别给三号吧，就是你给一张那个，给一张烂卡给我不合适。三号有什么烂？三号有一个那个什么，三号有一个剧毒，你带毒毒卡这是，我就随便打他，有可能死了，一会儿把自己给。哦，这样子的话，一直就会没人打三号。对呀、啊。一号、十号你选。可以啊，可以啊，那十号吧。你先把那个转我。好，我现在转你。我用三号给你换七号，好吧？因为我现在收自己卡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对吧？毕竟我拍了张卡，剧毒嘛。就跟你一样嘛，对吧？就别人打我的成本会变多嘛，是吧？但走一个六嘛。你要六的话，我要三，因为刚才三我能打。哦，行吗？可以啊。我率先换掉它，主要是怕三号牌后面是贬值的，因为剧毒这张牌是有可能用不出去的。保险的策略就是，我一定换到一张我可以捕食的卡。我看场上局势啊。这个三号的剧毒一定，这个没有人会揍他，没有人会自己跟人家命换命嘛？我觉得对，会揍他，但是只要不把他揍死。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揍他只需要扣三还是可以的，我会揍他的，因为我现在只有现在能打他，我后面打他一会儿就把他打死了。对，对我只有现在能打他。好，布林。你要聊聊不？啊，可以。我们是可以达成一些交换的，对吧？因为你现在吃我，那相当于我要吃的人吃你，那所以这是可以换的，对不对？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下回合得打你一下，因为下回合只有三滴血，如果下回合不打你的话，我这卡就作废了。然后你万一不小心被我打死了，我还得陪葬。你要是不愿意让我打你，你可以把我的牌买走。就是我花钱买你的卡，对，但是你可以少于三滴的血，都是你两滴。啊，是这个意思是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别也不大，因为被反正前面是有自然保护区的。确实。啊，这个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OK。我想想啊。但我不会打死你，因为我也不想死。我拿到了剧毒这张卡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如果说我前期不做任何的调整的话呢，剧毒这张卡他们前面也会去捕食我，我提前把我的生命值控在一个我的剧毒的一个笼罩的范围内，那我就可以安全一阵子。凯凯凯，跟你聊一下，我们来做个交易好不好？你说肯定接下来技能卡也很关键。对啊，我愿意先借你。哦，你下回合再还我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我借你五点。可以啊。然后但这样子我牺牲有点大，因为很有可能我会被打死。所以你愿不愿意多还你几点？对的，到时候那你要多还几点呢？两点可不可以？就是你先借我五点，我先借你五点，然后你都还你七点。还我七点。那你愿意再给我一张卡吗？那不行。那这样子，你到时候就还我六点，然后我们再换一张卡，怎么样？
我不要两点了，就是你再多给我一点可以就好。然后我们现在换一张卡，可以，行吧？可以，行，来，你想换谁呢？我想换一号有吗？可以，那我想换八号吧。八号可以，行，好，我们先把那个东西给结清，是吧？小何其实非常精明啊，是个生意人吧，只能说，因为他知道身上有血是不好的，他是血会被别人吸走，他只要是保持自己是一个炸弹模式，别人就不敢碰他。我相当于是用一个借贷的一个方式，那保证我的这个血量就是撑不过一轮。那么我在公开这个信息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在前期就跟我同归于尽。我要跟小何聊一下。好，来来来，快来来来。你说，因为我只能这么用。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只能这么用，但我跟你说，我不相信，而且我还是会打你。那就真心死，我现在就转，我当着你面转，我再给你看我的生命值。啊，行，你转。转给二号玩家五点上，我先。还剩五点啊？对啊。哦，那我再借他一点，我再跟他商量一下。我现在就转，我现在就转给你看。你这也太恐怖了。卡开，卡开。我借你七点，然后你再多返我一点，好吧？我还你八点。对，啊，可以啊。OK， 行。嗯，所以你注意一下啊。好，行。你放心。我觉得首先我不应该跟肖帮主换那个何云晨的卡。你要六的话，我要三，因为刚才三我能打。那个三号卡我就不应该换过来。但是我也的确没想到他会说我要把所有的血都换给石凯，兵出险招，兵出奇招，真的很聪明，导致我那个卡换的一下就蠢了。三滴血啊！看看啊，想刀人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啊。哦，我现在只有三滴，等我不要刀我。好，我现在只有三滴。行了。哎，你，还哎呦，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我有一说一啊，现在场上三号牌已经是废牌了。我告诉大家个事儿啊，三号已经是废牌了，大家不要理他啊。他又不可能不打别人啊。对啊，他是不会死的血包。哎，你可以，谁拿了小何的血？你转给我一滴血，我给他一滴，就可以打了。有道理，有道理。你先给，只要给你两个一滴血，能打的。强行塞他一滴。我现在开始拍卖我的血，我要给三号塞血，让三号挨打。小何，要聊吗？聊聊。我现在 offer 你一个交易啊。你说，你先提，我看看成不成。我不基因突变嘛？对啊，所以我可以抬价，啊，可以抬价。但是如果你给我一点血呢，我就可以保你一个技能。保我一个技能？就不是保你一个技能，就我一定不抬你价。保一个技能，这个意思是吧？但如果你花两滴血或者一张卡呢，可以保整个进化轮次。都不抬我价？都不抬，什么都不抬。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怎么样？还挺划算的。最开始是想通过基因突变这张卡的持有者有这个强势抬价的这个能力，然后去和别人收一点缴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十点的这个转血的上限，所以即使我把十点赚满了，其实因为我基因突变的成本是七点，那也只能赚三点。我现在 offer 你一个 offer， 就是一滴血不抬价。不是，我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没有太大意义。对，你得给我卡牌，我觉得。懂了，我是 OK 的。卡牌先不来了。没问题，没问题。胡老师，什么？我都不想拍技能现在。啊？我都不想拍技能。他不抬价，不代表其他人不抬价呀、啊。对呀、啊，但是我抬价有优势嘛。不是很有吸引力，没办法。就是如果是后面价格堆高了，只是你我 PK 的话，是不是我要占优势？对，但是我打算这局游戏不买卡，哇，不是不买技能，不是你还有别的想那什么的吗？没有了，上当了啊？上当了？
你是这？我发现基因突变这个抬价权卖不出去，有点难，有点真有点难。BBQ 了，糟了，糟了，那糟了，想个对策，想个对策。没想到，没想到这个市场流通性这么差。现在大家嗜血如命啊！嗜血如命，嗜血如命，妈呀，谁都不肯出血。对呀、啊，嗜血如命，一滴血卖不出去，一滴血都得不到，好急呀、啊！一滴血都卖不出去，好急呀、啊！大家的这个付费意愿啊，比我想的要低很多。即使我把十点赚满了，那也只能赚三点。五分钟倒计时开始。还有谁？来来，我私聊一下，私聊一下。你有什么想要交易的吗？我现在不是有基因突变吗？嗯。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后面抬价？是。对不对？可是我没有想要拍的技能。你不打算苟活？我们俩可以交换吗？但我不想换，我想买东西。你就想花钱？我就想赚钱。我很穷的，现在现金流对我来说高于一切。你想买卡吗？还是你想卖卡？我有一点想买卡。想买卡？你想买谁的卡呢？你先告诉我，你这张卡卖多少钱？这张卡卖多少钱？四点。能便宜吗？四点，再附带下一轮不抬你的价。我压根我就没想买。下两轮进化，不太勉强。四点。有没有更诱人一点的？没有了。有点贵。这是我 final offer， 骨折打折，骨折折扣，后面永远不太勉强。就你只要举手，罗一彤几点，我这个人就闭麦。好。好，那张。你能打五？能打五吗？你有吗？有啊。那回去交易。几张了？天地良心，夫人爱账。点了最开始本来想的是一点血保一个技能，然后就更没人买，然后就只能是一点血保一整轮的进化轮次。哎，怎么说？成功了？成功没有？成功了一个。罗一彤。对。骨折。骨折？打折了，怎么说？再给我聊一下你的工作思路。之前是一滴血保一个技能啊，哦，这次是一滴血保一整轮。因为我发现市场对于这个价值不接受，怎么样？两滴血，有点激动。两滴血或者一张卡，不保后面所有轮，终身会员，一滴钻，一滴钻石会员。是要先生，您是要赚一滴钻石会员是吧？对 ，OK。先，哎呀，好，卖会员了是吧？开始接着卖会员，开始卖会员。谢谢，你会员编号002，那边001。我有你卡吗？我发现没。我是你尊贵的会员了，是不是？你是尊贵会员，石先生，你好，有没有什么吩咐？没事儿，没事儿。阿普，我给你一滴血呢，你不还要加吗？一滴血，初级会员。成就？为什么我只是初级会员？我都是初级会员，中级会员，中级会员两滴，我再考虑一下。这儿已经入会了，我入会了，这儿已经入会了。你入会了啊？我编号002，编号002，那边001，大师姐。嗯，那行，我给你转吧，一滴，这一轮是不是？不。两滴是终身，你没听懂吗？两滴终身。小普啊，你这个业务还是不够娴熟，介绍的不够详细啊。要是所有消费者都像石先生一样爽快，这家伙，哎呀，我给你转一滴，我给你转一滴，这一轮啊，我一会儿给你转。好，好好好。你有什么要跟我交易的吗？我要七号的牌。可以啊。哦，没有，我跟他换了。那十号有吗？有。十号你要几号？那我要三。哎，恩奇是四号，那我要四号吧。好，我要四。是，好，在我们私下沟通的时候，我也就得知了两张 K 的消息。当你知道三个人的信息的时候，就根据场上捕食和被捕食的情况，就可以很快的去分析出每个人的身份。
需要我吗？你看我，那把我给我妈，来，可以，好。二号的卡我想要，我想要六号，你有吗？可以，可以，好，来。那行吧，我给你买一张。四弟哈，我就免费告诉一个你能打的信息，好不好？你把七给我，那你告诉我，我可以换。能不能换？我给你。我一滴血加一张卡换你一张我的牌，你充满了欺骗的眼神。没有，真的。二号吧。给你。会员哥，你卖出去了吗？卖出去了。卖出去了，现在已经拥有三位会员了。哇，这么厉害！回来了 ，VIP。一号玩家蒲熠星拿到了这个基因突变，他也开办了他的突变会所啊，然后也招了几位 VIP 的这个会员嘛，都挺好的，就是每一个卡牌或者每一个角色都能建立起一些关系，然后大家玩游戏的时候除了简单的游戏还能把交友带进去。进入第二轮捕食阶段，好像我离得最近，我就来吗？二号，那个八八，五号，可以，五号，漂亮，选择跳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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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跳，跳过。跳过，而我就跳过，跳过，跳过。有没有返点的啊？有没有返点的？返点？还返点吗？啊，那肯定得返点啊！说到返点，上一轮的好哥哥忘叫了。好哥，哎呀，我好弟弟，我好弟弟，你看诚信。那这样吧，你补我给你返。返多少？你补会有三点，是不是？我给你返两点吧。返两点是吧？三点吧，就。二号玩家三点，二号玩家三点，对，在这儿，对，因为你可以少省一张卡，三点吧，我可以补你，而且也消除掉一张你的卡牌，后面的人就更少。哎、说一下，好，选择补十八号，五号补十八号，补十失败，五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因为如果他不打我的话，这一下他卖给别人的话，我可能会要出到更多的血。返我三滴血，其实这个条件对于八号来说一定是亏损的。两滴血其实我也会答应，我要八号牌确实没有用，八号牌是可以捕食我的。我可以返点哦。不捕食。六号玩家不发起捕食，且未被捕食过。本轮将扣除三点生命值，就是还是为了囤一存我的捕食卡嘛。现在我手上有一六九十的卡，我是 Joker。最开始还做了一个简单的 Joker 排查表，但是没不用推他自己就承认了吗？这把是真狂，就是不怕被激活吗？当 Joker 我说实话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不用去盘身份。因为我知道在外面还有四张我的血，四张我的牌，我还挺希望大家早点来打我的，我就明天跟大家说了我的 Joker。 我这轮打了谁，我希望他给我一点血，如果不给了我就之后再打。有没有人要 offer 给一点血的？我觉得肯定是赚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可能再跳过了，必须要打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和一些玩家达成交易，他如果愿意和我交易的话，我其实是可以把他的牌都放在前面打掉。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对大家是都有益的。一六九十的卡，一六九十说话，一六九十赶紧的，我手上他都没有我卡。我真服了一六九十了，你们干嘛呢？尊重一下 Joker。就是都自爆了。我提议一下啊，都拒绝 Joker 赌，打的不是自己。玩的就是心跳。反一迪先打你，怎么样？
反一滴先打，因为之后打就起码都要多一滴血。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我觉得也是。你要这么同仇敌忾，就是留到最后打喽。对呀、啊，兄弟姐妹们站起来，站起来！现在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一六九十不能有人站出来同意啊！没有没有没有，不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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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这种事儿我绝对不干。打我吧，怕了就最优。来，那我们就随便抽了啊。我们抽一下，抽到六号。我们打六号。七号玩家不是六号玩家。捕食成功，六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我有一计，八号玩家，接着捕五号，五号再反给你。五八号可以不捕了吧？你可以不捕。对啊，我可以不捕，我把卡留到后面用。比较稳，对对对。有人反吗？我，没有你。啊？啊，你没有？哎呀。还有人反没？七号你反不？啊？我补你，你反不反？我不反啊。不反、啊，那不补你。那留着七滴血再补。对。有意思，有意思。不补就要扣，难受。我看看啊。十号。啊，这可以。九号玩家捕食十号玩家，捕食成功。十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哎，那我是不是又不用补了？对，跳过。哦，一号玩家不能再忍了，一号玩家不能再忍了，没血了，该打人了。一号玩家捕食四号。你就是这样对你的初级会员的吗？你又不会，你就这样对你的初级会员的吗？没其他人的卡。一号玩家捕食四号玩家，捕食成功。四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好。你被捕了吗？我没有啊。二号捕食一号。我本来想补六。二号玩家捕食一号玩家，小雪小雪，捕食成功。一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我惨了呀。三号，三号捕食二号。三号玩家捕食二号玩家，捕食成功。二号玩家进入自然保护区。过。本轮捕食阶段结束。进入本轮的进化阶段。本阶段将发布四种技能，分别为两栖、寄生、森林权杖、断尾。两栖在任意轮数的捕食阶段，拥有该技能的玩家，无论是捕食方还是被捕食方，遭遇同字母不同花色的玩家，无视花色克制规则，均视为该玩家胜利。两栖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一个捕食对象。第一个技能，两栖竞拍开始。一号一三点。一上来就这样。三点一次，人家三点是一费，你知道吧？他有减费。三点两次。哎呦，没有人要。两栖没有人要吗？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真的不错。意思一下，大家喊一下行不行？现在就很奇怪，就有一些技能我没有那么想要的，其他人也不红台，可能大家就判断也差不多吧。你要扣一点。我要扣一点，至少一点吗？我要扣至少一点。三点三次。一号四点。自己抬自己。
这个是啊。四点两次。可以点血啊？可以，对啊，至少没不能免费的。你不能免费，哪来免费啊？免费这牌哪值一点血啊？四点三次，成交。一号玩家因拥有基因突变技能，仅需支付一点生命值，获得两期技能。第二个技能，寄生，在任意轮数的自由阶段，玩家可以选择现场除自己外的任意一名玩家为宿主。当宿主在捕食阶段获得生命值时，寄生玩家可以立即获得同样数量的生命值。使用限制，该技能一旦发动，不可更改宿主。寄生其实也蛮有用的，如果你寄生到 Joker， 然后 Joker 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选手的话，其实对自己尤其到后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寄生竞拍开始，来，这得从二十滴血开始吧。你先叫个十点吧。寄生，一号四点。都没人要。四点没人要。寄生虽然看起来很强，但是寄生其实是在赌命。就是如果你用高价拍完了它，然后你下回合没读到，就是直接死了。我也不知道啊，是为什么对？反正我觉得我拍了寄生，说不定我就死了。哦，四点两次了，两次，五点，九号五点，六点，九号六七点，一号八点。我现在补给你还来得及吗？不能，九号九点。二号十点，我这会员参加了，我就退出了。二号十点一次，九号十一点，二号十二点，十二点一次，十二点两次。因为我已经七点拍了一个尖刺了，剩的没有那么多。就如果我没拍那个尖刺，我觉得我可能会去抢寄生。十二点三次成交。二号玩家扣除十二点，获得寄生技能。何运晨的剧毒技能和石凯搭配，剧毒把生命值给石凯，给了石凯足够的资本，让石凯去拍卖寄生。第三个技能，森林权杖。拥有森林权杖的玩家可在之后的每次捕食阶段开始时代替骰子决定守制位玩家，若不发动该技能则继续掷骰决定守制位玩家。这张牌其实还是很强的一张牌吧，能够决定捕食顺序吗？因为我们的先后位的顺序就是蛮重要的，你处在一个后置位，你可能还没有到你就已经死了。这次有这个森林权杖的情况下， Joker 是更难玩，因为 Joker 必须向森林权杖低头，否则他一定活不到他自己的捕食环节。我认为森林权杖决定了 Joker 的生死。想过森林权杖可能跟 Joker， 我其实当时想到了，但是又没法说，这又没法剪。森林权杖竞拍开始。一号四点，五点，二号十点。你有这么多钱啊？应该小何把他的血给他了。十点两次，十点买权杖。二号，是不是叫高了？叫高了。十一点，没叫高，没叫高，没叫高。十一点两次。十一点三次。成交，可以。四号玩家扣除十一点，获得森林权杖技能。恭喜会员零零三号，恭喜，恭喜零零三号，只有八滴血了。我这里两张四号卡，谁要？很多技能卡，然后必须要通过森林权杖才能让自己的技能发挥最大的优势。所以，与其被动的话，我不如选一个更加可以主动的牌。段尾，在任意轮数的捕食阶段，有段尾的玩家被其他玩家捕食时，可以选择丢弃任意两张捕食卡，以代替扣除血量，且捕食方可获得生命值。什么意思？
补十方可获得生命。就是说我打你，你扔两张牌，你不用伤血，不掉血，但你能加血，我能加血。哦，对。我觉得段尾不是一张制胜的牌，别人打你，你不扣血，但别人还是会加血嘛。你只是说规避了这一次伤害。竞拍开始。一号四点。五点。六点。二号十点。十点一次。真的有钱啊！霸气。这个场子以后姓石，姓石。九号十一点。十一点一次。九号十二点。进入第三轮游戏，本轮开始，取消自然保护区。砍起来！你想打谁？你想办法让我不打你。我现在血量很不健康。五十一号，打了九号有可能要死了。打我给你洗走。啊？为什么呀？五十三号，嘎嘎杀。朋友们，知道厉害了吗？死了怎么办啊？太恶心。你咋不就不信我呢？你要保证你一定要打我。哦哟，我把我的卡卖给你，我跟你们是所有的血。冷静啊，冷静！这不打了你四刀了，我、哦、这么多血了，没都是技能惹的祸。你没有别的筹码。五十八号玩家，八号。真是一个蠢蛋。你拿了那张卡就被骗了。哦，是哦，我死两个人就赚，真的是贪得无厌啊！我要把他打死了。九九九九，赢不了了，结束了。啊！我在干嘛呀？玩家失去所有生命值，被淘汰。不妙，非常不妙。